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蒙福的人生，我们透过以撒来看一个蒙福的人生。但是在这一段时间，其实我们比较多分享的反而是以撒的父亲。为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福的人，而且他福荫子孙。圣经上非常明显的讲到，上帝祝福以撒是因为他的父亲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。不但我们自己得福，而且子子孙孙得福。今天要跟你来分享说，在神和亚伯拉罕的对话当中，有一句话出现，我觉得好有意思哦。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他说我是全能的神，我有能力，全能，而且什么能力都有。全能就是表示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他不能的，他全部都能。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然后呢，我就与你立约，然后我要把各样的福气给你。神与人立约，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因为我们读圣经啊，你看我们圣经讲说旧约、新约，整本圣经就是约，讲到人跟神之间立约。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的约，这里讲到有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神跟大卫立约等等，然后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每一个人立下那个生命救恩之约。约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，但是你们发现这个字提出来不是人提出来的，是上帝提出来的。上帝说我要祝福你，然后 我跟你立约。哇，他跟我们，他要祝福人，把各样的恩典给人，还要跟人签一个约，说签什么约？他签约说，哎，你要记得来拿哦，这个祝福要给你哦。我有时候觉得神真的好委屈哦。理论上应该是比如说你要给我一个很好东西，哇，我好高兴。说，可是我没有把握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签个约，签个约，因为你说三个月后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签个约，让我里面心里安，因为你真的说话算话，你真的会给我，因为你要给我，所以我才会想要跟你签一个约，因为我要得到一点保障嘛。可是，不是我这个受到祝福的人要求要签一个合约耶。是那个要把祝福给人的这一位全能的神，他说我是全能的神，我能够给你，你好好的做，然后呢，我一定祝福你。然后他说我们来签一个约吧。圣经上讲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 promise， 他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成，而且他提醒这个得到他祝福的人说，我有跟你签约哦，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做。你知道这个背后是什么吗？就是爱，就是爱哦。谢谢主，我想很多做父母亲的你一定能够体会，就是我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放在冰箱里面，跟我的孩子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最爱吃那个，爸爸帮你买了，放在冰箱，你一定要记得去吃哦，你一定要记得去吃哦，我再三的叮咛你，你一定要记得去吃哦。那个活在爱里面的孩子有的时候还爱你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去吃啦。然后是神，是做爸爸的一直叮咛那个孩子说，你要拿，你要拿。你知道这就是父亲的爱。神为什么要跟你签约？神为什么要跟你签约说我真的要把各样的祝福给你？因为他就是爱。你要记得这位守约施慈爱跟你签约的神是一位慈爱爱你。全地的荣耀而
世界，燃烧我的生命，让世人都看见为你焚烧的灵。为了这个世界，燃烧我的生命。世界都知道我为你全地的荣耀而活，为了这个世界燃烧我的生命，让世人都看见为你焚烧的灵。为了这个世界燃烧我的生命，为了这个世界燃烧我的生命，让世人都看见为你焚烧的灵。为了这个世界燃烧我的生命，向你屈膝，让每个心都相信，让每个呼求声音燃烧我的生命，让万口向你承认，主唯有你是君王，你是全地。世界燃烧我的生命。